JCConf 2018精彩议程，由 Soft Leader 松林科技保险核心系统领导厂商 ，OS 号召各路顶尖人才携手放眼亚太 ，Line 拉近你我的距离，赞助为您播出。大家好，今年是 JCConf 2018，那今年已经第五届了哈。对，那我不废话，因为其实大家是来看那个下一场 keynote， 对，就是我们 Oracle 最新力作 GraalVM 哈，不小心帮他先讲，对，因为我自己也有在用啊，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太好棒棒了，因为它是我堪称，我觉得它可以跟一些其他 language 可以比较，好，最重要的 WiFi， 请大家稍微看一下，好，因为。大家都是工程师嘛，大家都知道最重要的就是 WiFi 这件事情哈。基本上它现场我们有提供 WiFi， 也有现场地的，那大家自己斟酌看哪一边速度比较快就用哪一边，哦，大家自己参考一下。然后仔细看一下下方，对，下方这边有 password 的，哦，这是场地的哈，哦。好，然后有来大家都网络嘛，所以网络最重要的就是请用 QR code 请扫一下，这边有 FB， 对。FB， 那请大家请按赞或是认同，请分享。对，就是因为这个是对于所有 staff 或是志工最大的一个鼓励，就是可以延续每一年继续办Java 的 Community Conference。因为这个其实我们是没有任何外力的帮忙。对，好，那好 ，Twitter 也可以，有用 Twitter 的也可以扫一下。对，好，那没问题的话，应该是中间也许。大家有兴趣可以跟小编互动，对，如果小编还清醒的话，好，活动守则哈，然后请大家扫一下哈，因为这很重要，就是记者请所有尊重所有与会者，然后最重要的是如遇骚扰请告知工作人员哈，对，虽然说大部分都是男生，但是还是大家请注意一下，对，不管是男生跟女生还是男生跟男生，请大家自己注意一下，因为现在是两性平权，各种平权，所以对，好，那注意事项就是。我们活动期间要请记得佩戴识别证件，就是这一张，哦，记得，因为这样子工作人员才可以辨别，对，好，然后场地空间不大，请记得，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大概400-500人，那场地没有很大，那请大家互相包容，小心一点，就男生跟男生，女生跟女生，大家要自己注意一下，对，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大概4:50会开始做测场。5:10会要还场地，所以今天会比较，我们会今年也比较早一点，那也比较早一点结束哈，请大家就是请见谅一下。好，餐饮的部分大家刚刚都有看到外面的拉比，然后中餐的话，如果你们都是待在401，就留在401来，会有工读生会有工读生或是志工在前面帮忙发便当，我们可以就地吃，不用烦恼太多。对，好，但是。其余时间，因为我们先前有记，其余时间应该是不需要的，对，就是我们没有，我们其余时间就不特别允许饮食，但是你可以带水，有瓶盖水都可以，哦，对，然后素食的话，请到外面的拉比去领，然后下午茶的话也是外面的拉比，会比早餐多一点，对，好，那议程因为有稍微有点，就是原本规定的讲者他有事。所以不能来，那我们有临时的换一下。好，然后场地哦，刚刚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401的部分是我们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场地主场。好，那402 AB 的话是会其他议程，然后AB 会是其他议程，跟 CD 这一块会是议程，然后卧下会在403这边，然后各大赞助商会在拉比 B 跟 C 区。对，好，有空的话可以去逛逛。好哦。二的话，因为我们今年开到下午有开到4个柜，所以205下午的场地，下午有不错的各个议题，请大家可以去看看，所以记得下午之后还有2楼来哦。然后有兴趣的，记得也可以加入一下因为这次主办是 TWJUG 哈，然后 TWJUFB 或是 Java World 的，大家可以拍一下 QR code， 对，如果没有的话可以赶快拍一下，对，因为会有。在那边就会有人负责帮你解答，例如像 Oracle Java 到底会不会被告这件事，对啊，所以其实基本上都会有人在那，所以
就是请大家记得加替代劳工，你看有这么多好处，你就不用担心法务突然哪天跟你说，我要收钱了。对，好。然后 SCAR 台湾，这是协办的 SCAR 台湾，然后有兴趣的可以加一下 FB 或是 Gitter。那比较多 SCAR 台湾的话，FB 就都讲中文，但是 Gitter 的话会是中英文混合，所以你看多好，加入 SCAR 台湾还可以练英文哈，这是一个很棒棒的事情。好，赞助商，然后最重要还是要感谢一下各大赞助商，因为每年的票价到底要开多少，这都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那所以当然这个就要感谢赞助商的抖内哈，各大赞助商像我们的钻石赞助 ，Soft Leader 哈，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然后还有黄金赞助的 Line， 对，然后 OOS 就是现在台湾的雅虎，大家可以看一下。对，那因为其实大家加法大部分是现场是加法，可以去看一下各摊位有没有。刚好吧，这个时机点刚刚好，可以跟大家各公司聊一聊，说各公司在做的事情。对，好。所以像这是 JBrain 啊，然后也有 Happy Bang 这篇 Hunter 的，然后104也有来了，然后还有一家艾米科技的，对，然后青龙旗赞助，对，一老师也来了，所以一老师也可以去外面扫 QR Code， 对，然后这边也特别感谢全程过程有帮助的。好，那我这边就大概到这边。那记得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跟说我们有穿这件衣服的工作人员可以询问哈。对，好，那感谢各位，谢谢大家。那好，那我们就欢迎一下那个，我觉得就本人自己也有在家里偷偷使用的刮胡皮宴的开发者之一。的那个这转郑于迪郑博士嘛，这样好，就是他基本上也是 GraphQL 的开发者之一。那他现在是在 Oracle Lab， 对，如果我们预计他飞机行程啊，但是因为 Oracle Lab 其实是在瑞士，这样推的话其实是很远。哦。对啊，你看多辛苦，特别从瑞士跑来哎。所以大家是不是要给他一个热身的掌声？谢谢他特别来跟我们介绍最新力作。好，那就交给他了。